两万，再骗我一百吧。阿伟，你没保你干嘛？要上啊！要上啊！两万，阿姨也不是玩起啦。那的话就换我做你男朋友了。 你留着这个头就是想造反，杀了！别人跳舞，就造反。凡好做会跳舞，这种名义，几个人做会来。老板要你！李先生，睡觉起来，台湾就不一样了。 你不要再住在这里，不想知道为什么。林北走，看着我。原来我们都变了。我们都在指头骨子里。改天大家约出来吃个饭，聊聊天就好了。我们三个一起吗？ 自由活着，却被生活捆绑着，拥有太多却不够深刻。晚上，大家像以前那样在一起，不是很好吗？友谊长存。